可以開始啦。咁咧，而家嘗試咧，嗱，到時唔會用呢本書嘅，即係用咁多嘅 muting 嘅力啦，嚇，咁樣。咁而家用曬 low volume 嘅 high hat、low volume 嘅 cymbal， 咁呢度係嗰個係被 control mute 咗啦，個大鼓嗰度。咁我即係用翻前，即係前面係輕嘅，後邊係肥嘅棍先。咁咧去打，咁都好 freely 去咁去打，都用力嘅。嗱，教會通常就唔會用咁多細鼓嘅，基本上就嗱正常力。咁咧就我感覺上 high hat、rise cymbal 或者 cymbal 啦，同埋 bass drum 咧唔嘈嘅，一定受 control 嘅。喺依個細鼓，的確係如果真係好嚴格嚟講啊，即係可能係相對冇咁 balance 佢出啲嘅。咁啊，依個就可能要個鼓手如果想用真棍嚇，就個感覺係似啲嘅時候，佢要多少少 control， 或者再加多啲嘅啊頭先嗰啲刺字啦。我相信是可以再調低的，依度又有啦，依度又有啦，甚至乎我入邊都可以瞄到好死都得嘅。而家冇時間，即係直情揭翻開個細鼓，攝曬嘢入去，其實都得嘅，就會做到好似個 bass drum 效果。咁鼓手就可以，我作為一個鼓手咧，我唔需要太過避忌去乜嘢，我嘅眼、我嘅耳朵係聽唱歌、聽bass。我可以 有更多的空間聽到其他人 去感受那種的力量，即是會很投入那個勁吧。那如果說真的再滅一點的，即用到這個了，那個效果又聽聽，這個肯定個細鼓就又再細聲一點了。我為了佢出個聲，我仲要大力少少添。直情係冇聲添呢個嚇。咁好明顯定係細鼓，如果細鼓我再攝啲棉。